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要找我的话，我就在这里哦，看这儿啊。这是一个黑色腰带，还有一个这个鞋子，这是一个防水的防水鞋子。这边呢都是伤鸟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polo 衫儿，然后这是一羊毛的这种小衫儿。那边呢都是伤鸟女款的，裤纹带儿，伤鸟裤子。对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吊带小背心儿，不过这个不会露到里面啊。这边就是阿童木 SL， 然后伽马 LT 的短裤，这是一个女生的皮肤衣，然后这是女生的皮肤衣，这也是风壳，然后这种小 T 恤这种小衫儿，伽马 LT 的裤子，这边都是女生的。这个开奈特 AR 现在开始断货了。看它还有一个专门放书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就是全都是女生的了，女生的小衫儿，这是一个 Delta， 阿童木 LT， 这是 Beta， 这边都是硬壳，女生的 Beta AR， 男生的裤子，这都是男生的这种小衫儿。小水瓶是刚上新的，你看收纳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可以把它收纳打开，就这样，500毫升的这是啊，然后里边这个小袋子外边这个都可以分离开了，可以通通拿下来，它可以绑在那个书包袋上，这个小水瓶绑好了就是绑在书包袋上，不用手拿着，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就喝，随时可以喝。这个这块有个标哈，在它里面这块也有一个标。好了，今天拍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赞关注吧，想看什么东西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